回来了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。谢谢我。材料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是秦宇江帮的忙。我也知道你跟他在工厂见过的事情。其实我没帮多大忙，是秦小姐自己想通的。我也想通了，之前我还批评她，说雨江姐为了感情丢了原则，其实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呢？林睿，之前我太过霸道跟任性了。你说的对，一个人说谎说多了之后，连自己都信了，应该给你添了不少负担吧？我也累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我会把这一切都整理清楚，不会再让你感觉到不舒服。希望不要把我想成一个太糟糕的人。就这样，晚安。以后，只有你陪着我了。